动物眼睛，啊，大家先看我怎么做。所以大家在蒙住的时候呢，你的那个，你的眼，你的那个手是交叉的，然后这样眼睛闭着，好，眼睛要闭着，啊，然后是眼睛那个眼睛整个身体放松。你如果常看电脑的，你这样做这个动作，基本上大概两分钟内，你的眼睛疲劳马上不见。可以的话是做五分钟，因为五分钟的话效果会更好，那热气，其实不止热气，整个放松，会比你睡一觉有用。我们常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你眼睛酸涩不舒服，睡一觉就还是酸涩啊？其实你长期在常坐电脑，这个是最麻烦的，啊，眼睛会酸涩。然后我想时间也蛮有限，我最后教一个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这个动作对所有人常常肩膀酸痛的人最有用的方法，最有效、最强效的一招。啊，大家可以再站起来一次，最后一次做完可以先休息吧。这个动作其实我把它称为鹰爪功啊，这其实也比较。也不是说真的什么运动，它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肢体的运动而已，啊，没有什么所谓什么功法意念都没有。它这个东西很简单，你两手往前，两手好像勾起来，好像鹰爪一样，对不对？哈，两只手，然后打直，打直的时候，当然你等一下两手一起做，我现在用拿麦克风，你这样做的时候由后往前，动的时候好像是动手臂哦，其实不是，是动肩胛骨。那动的时候呢，你大家这样看哦，由后往前，好像把整个肩胛骨一起动起来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就像这样，其实是动肩胛骨。哦，其实这样动是其实是动肩胛骨。啊，如果说你是动手呢，其实这边肩胛骨没动到，效果不好。因为你这边肩膀酸痛的，你如果说这样动，好像整个肩胛骨怎么动起来？动了20下，然后反过来，一样由后往前，20下。大家现在真的不舒服，赶快先做一下，马上就知道。好，这个很累，很酸，非常酸。好，那放下来，肩膀放下来，抖一抖，有没有整个舒服一点？有。这个非常效果，我所知道效果最好，比你任何给人家打针吃药按摩还快。好，这个我想就送这个方法给大家。谢谢林国斌院长。那接下来我们是中场休息，希望大家在3点的时候准时回到。